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宁。是，那今天担任这个立顿茶左茶的一日店长，我们有很重要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立顿茶左茶。从四月份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这么棒的饮品之后，有没有得到身边的好朋友还有工作人员的一些反馈呢？其实收到很多讯息，就大家都说，你看，他们通常都是一次买两瓶，是，然后不然，反正他们都一定是买双数就对了，成双成对，成双成对。然后大家都会跟我讲说，喝下去之后很回甘，是，然后再来就是喝在嘴里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喝的时候，你可以喝到那个水质，那个红茶的那个在嘴巴里面的润度，对，就是它的那个润。都是很软的，没错，而且很好入喉，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反馈都是很好，很喜欢，香气很够，然后喝了之后也不会有任何，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说睡不着什么的问题。对，就对于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本身就是立顿的爱好者，我妈都很爱喝立顿的系列的这个茶品，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很害怕在空腹的状态之下喝无糖红茶，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这样的问题，会很容易反胃。但是我喝了立顿的茶佐茶之后，会觉得真的，我觉得一开始说无糖无香料，我会觉得确定吗？因为我们喝完之后真的会有回甘的感觉，对，甜甜的。是，我觉得这也是让这个伟宁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以跟你身边很多的剧组人员分享的很棒的礼物，对吗？对，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夏天快到了，是，大家也想说啊，开始要减肥什么的。如何你想要喝到好喝的红茶，然后又有香气，然后可是喝起来好像有甜甜的，但是它却没有负担，对，就立顿就是最好的选择。没错，我们在上面告诉大家热量零大卡 ，OK， 这个立顿不单是照顾大家的口腔，还照顾大家的身形，真是非常用心。你也可以照顾你的姐妹。我的姐妹什么意思？就是你啊。哦，对，你的姐妹，我想说我的姐妹，说我妹妹有来，是，她有吓一跳。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活动主题很可爱啊，天生组配，因为我们也希望邀请所有的消费者，因为大家来到不管是信义区那边逛街，或者是来用餐，很多时候其实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就是有单人座而已，没有人陪你吃饭。对。你知道立顿非常关心大家，不单是五感上面的心情的话，害怕大家找不到幸福的另外一半，所以我们设计了天生左配的小游戏，让陌生人可以找到新的姻缘。觉得这是不是非常贴心的设计？我觉得超贴心，我迫不及待很想要帮大家牵线，是不是？而且你看，刚我们还有红色的搭配，对不对？红白配是在你好像一片空白的人生当中，因为立顿找到了生命当中的那个有缘人哦。对，所以我们这个小游戏的意思就是，我们让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立顿茶佐茶的快闪店当中玩一个像是我们小时候钓鱼的游戏，然后如果你赢得那个游戏呢，我们就会准备这个神秘的惊喜甜点，然后也要送给这个非常有缘的两位。而且我们刚刚还说多可爱，我们让大家喝得很健康，我们用立顿茶佐茶来当什么交杯，交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庆祝的饮品。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了天生佐配之后，可以让大家牵起让世界都能够共同祝福的缘分，觉得这是不是很感人的一期？很感人啊，对不对？你看，像我们的彼此的好朋友，对不对？众所瞩目的阿 Kira 跟志玲姐姐，笑好大声！我说阿 Kira 不是阿什么，对不对？